宰相哭鲁迅，绣枯竭，另绣抹香。第二十六日，爱丽想恨，询问约翰夫人施鸠长施七姐。人们常引用约翰夫人施鸠长施七姐，来证明圣经蕴含矛盾。因为对关夫人记载，孤立奈人西门替耶稣背负十字架。这请问马太夫人二十七章三十二节，马可夫人十五章二十一节。以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，唯有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。其实，这表面矛盾可以轻易解决。传统的解释是耶稣背着十字架到城外，然后西门替他背十字架到哥哥他。耶稣忍受了怎样的痛苦？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？为何无罪的人愿意接受这么可怕的死亡？第一，十字架是漫长而孤寂的羞辱。The cross is a long and lonely endurance of sin。请问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对救主而言，十字架的苦难是漫长而孤寂的羞辱，是衰落。是 Cyril 说，钉十字架是最残酷和羞辱的惩罚，绝不会加诸罗马公民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救主的羞耻和惩处，因为摩西律法说，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见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。耶稣不但忍受人的讥讽，更要受律法的咒诅。遭受宗教与社会上的排挤和歧视。其实，在短短3年的公开传道生涯中，耶稣一开始就传讲人犯罪应当悔改的信息，就已经做好准备受轻视、遭拒绝，因为十字架是讨厌的。见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，一味的逼迫；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。羞辱和顶撞，希伯来书12章2到3节，四群人合力苦待他，加重他的伤患，有人用拳头打他，差役把他拉去，用手杖打他，比拉多鞭打他，并钉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。难怪耶稣背着十字架潜伏情场时，步履蹒跚，倒下又面临站起来，拖着脚步前行。第二，十字架是不法而可厌的死路。The cross is a lawless and loathsome exit to death。请问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十字架是不法和可厌的凝眸。审讯不公平，法庭不服资格，没有上诉机会。毕拉多曾经三次讲话中有四个不没有，仍然无力宣告耶稣无罪。虽然耶稣不是罪犯，危险的人物和革命分子却得到这样的恶待。他死于慈爱、医治与宽恕，却被列在罪犯和叛国者中间。他是神的儿子。无罪的羔羊，没有恩典和奖励。见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但很可悲，毕拉多只是为法官、陪审员，甚至法律本身，审判耶稣有罪。十字架同时是死亡与生命的象征，对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，但对得救的人来说却是神的大能。见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。第三，十字架是慈爱而合法的饶恕。The cross is a loving and legitimate extension of forgiveness。请问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七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耶稣的死不是意外，他不是受害，而是自我牺牲。我要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
用以出卖耶稣的犹大内出卖一词，也用来描述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以及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。耶稣背负十字架，同时背负世人的罪，他饶恕我们其中的罪，废除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权势。见哥罗西书2:15。类似梦想，马丁路德说：“若有一杆尺刺穿基督，你就应该有10,000根。”我们是否厌倦罪的重担？我们有没有把重担交给耶稣，那位担当世人罪和悲伤的人？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并帮助我们面对试探。我们只要依靠他，仰望他，藏在他里面。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，重新跟随耶稣基督吗？再向《古鲁迅》作者叶福成默认。